为着鼓励民众行出户外，互相交流，新北市观光旅游局3月5日举办新北市野餐日，邀请民众带亲戚朋友到顶甲三重幸福水岸公园，来享受大自然甲音乐。一开始由音乐家为这个活动带来精彩表演，为着各类民众享受大自然，新北市观光旅游局要伫咧3月5日举办新北市野餐日，邀请市民朋友到店来登录。整个大台北都会公园啊，总共有424公顷啊，这个光是大台北都会公园。那这次活动是在我们的大概亲子园区的这个区块来做办理哈，那。当然我们这边有一些幸福水漾园区，甚至有婚纱广场，那希望大家来到这个园区里面野餐，那就呈现幸福的感觉。农家们邀请到俄罗斯瑜伽老师来教大家简单的瑜伽动作，另外野餐达人也教大家一些野餐的小撇步。就是野餐注意大家一个事项，第一个是食物不要准备太多，因为第一次去野餐可能会为了想要拍照，所以会准备太多食物，那最后可能会吃不完，会变成是浪费，所以我们希望就如果真是6个人，其实准备4到5个人就可以了。第二个是为了维护环境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带所谓双夹链袋。那另外提醒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是女生，现在春天到，大家都会想说要穿得比较漂亮，那我们还是希望女生可能以裤装或轻便的服装参加活动的民众，免烦恼需要准备真侪物件。同港伫咧现场毛得买野餐套组，另外嘛提醒民众尽量是坐大众运输，才袂因为塞车来破坏好心情。记者宋杰、蔡静恒，新北市采访报道。